状态，就是把我们哈、哦、局限在身上的。我们一般都认为佛性就在身上，可是那个耳听圆通啊，知道啊，那个已经呢进行已经菩萨他们，哎、哦，不会说呈现的时候啊，人家在吃哦，这个就是阿弥陀佛了，没那个代志，这样了解吗？